哦，一次两只啊！对呀，一次两只，好酷啊！还有它的翅，它的翅膀，那么扁多没？翅膀毛细的呀。是啦，它扁多嘛。忙笑你怎病啊？啊，你还笑？你没笑，等下有没笑起来？这笑起来就等下病啦，笑哈。想过来呀，会骂啦。你来啦，这笑起怎么害的？你等下笑吼，这笑不笑啊？大家臭嘞！啊，你撒网，你撒网。哦，你撒网。撒十几条，有巴掌大吗？不要网子在岸上，人在里面、喔，这样就很好吃的。吃的，你看吃的多漂亮哦。在手捞网啊？哪里有哪里有？没有手捞网，只能用手抓，自己抓线的。你在哪里啊？还没起来。哦哦，大条大鲤、哦、你要的鲤、哦、是吗？对了，鲤来，那吃鸡来。啊、哦，大只哦！鱼呀、啊，草鱼呀、啊！哦，那还太小只。太小只了，很大只哎！没有，草鱼要很大只。那可以吃吗？那个要放回去。那还太小只，可以让你拍照。太小哦。第一下，行啊，行。等一下，等爸爸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就知道你的鱼饿到了，不是你的草鱼饿到了哈、哦。对啊。啊！干嘛？跌倒了。你小心，小心。跌倒。鱼跌倒了。你怎么样拉回去啊？鱼跌倒了，吓一跳。他很耐命，拍照一下，拍照一下，他可以照一下。开锅重来啊！你要盖子打开，盖子打开来，不是你要要有烟呐！不知道有没有？等一下，要有烟，要有烟，要有烟呐！要假装一下，开锅，开锅，你爸有没有熟嘞？哎，这边烧焦，翻过去，真的吗？裂开，裂开，裂开就很好吃了。对。哦，这个专业的烤得非常好，好厉害！哇，我们中午吃的好丰富，哦，好漂亮哦！哇，是美食专家，哦，好厉害，用这个木头这样子烤哦！哇，哎，烤掉不？相思木的还是相思木吗？相思木吗？是哦，你看，哇！专业的，专业的。那有饭，你又可以聊天，又可以聚。来一看，然后聚的时候帮我把书拉拉拉出去。去啊！后面给他做肥料就好了。我接到你的工作了哟。对，去我帮我拉。那你把它赶过来。旁边就要搬着哦。
从中间打平距，对，这样子是不是好？我这样拿最小块的给我。